过年到机场要出国的人是叉叉叉，早起桃园机场第一航卡有行李卡在手上，大顶头坐上行李叉叉车。环保团队呼吁政府赶紧把中华的海岸湿地维护，真正是国家重要的湿地，避免开发的威胁。后面27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同意未来四年援助乌克兰500亿欧元，也传出一台俄罗斯的军舰在黑海沉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二月七日公司中道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彰化县的溪湖，昨下晡有一台万人客运的公车，在驶过的时阵，亲像是无看到有一对翁仔某行伫过路线，结果去弄到一对翁仔某，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业者是表示讲，这台车无装行车辅助的系统哦，事故的原因爱搁等警方的调查，嘛强调讲，因会先去慰问家属。万林客运公车行到路口，车顶倒外却无发现斑马线顶悬有一对80多岁的独生翁仔某，正准备过路，两个人被弄到倒咧涂骹了，又搁去搞过。老先生头骨变形，当场死亡；妇人人是双脚重伤，后脑骨也有受伤送医。目前有人伫咧彰化基督教病院加护病房救治当中。那一名男性，年约80岁，脑浆外溢，头骨变形，那已明显死亡。那另一名女性患者也年约80岁。然后右腿的膝盖以下有断肢，然后左腿小腿处有开放性骨折，后脑勺部分有撕裂伤。代志发生伫咧1号下晡3点半左右，地点伫咧溪湖顶关路路甲中水路口，当时的车辆甲行人拢是青灯。客运业者表示，48岁老乘驾驶教职3年，公司拢有为驾驶举办路口停留教育训练。目前当陆续为3年车龄之内的大客车加装全景行车视野辅助系统。这名驾驶所开的车辆是还未安装。相关的车辆会加装全视野、全景的防死角、智慧型的4.5度系。最近的3人内的车辆正在加紧加装当中。警方当地的调阅路口监视器，厘清肇事责任，后续依法将老乘驾驶函送地检署侦办。客运业者是表示，已经联络到肇事翁仔某家属，遵照伊的意愿，一旦妇人病情稳定，甲家属心情平复了后，前往慰问。记者彰化报道。再来看桃园市的叶文特区，昨下晡警察要抓一个姓顾的诈欺通缉犯，一个嫌犯驶车被警察抓，搁去弄警车，造成4个警察受伤。在下晡桃园市叶文特区警匪的协助，桃园市警分局东安派出所民警下晡2点14分，经过经国路甲大兴西路口，发现姓顾的通缉犯驶车经过，马上约在队查。先过十个人发现后面警车加速逃走，民警马上通报拿查微博。先过十个人，因家本自己西电都向部住所环境电信款加王浩祖西警车伫东北路街加家本自己靠拿查。先过十个人无停落，直接冲撞警车。车顶两警察小块受伤，车外环境阁有小块脑震荡。受伤之后，有员奋勇向前拍破车窗，将四个十个人拖入车压制逮捕。该名男子因案发布通缉，本所员警于查缉时，其拒绝配合，驾车逃逸。本所员警立即发布拦截围捕，其驾车冲撞警车，员警上前破窗，将其逮捕上铐，全案解送归案。围捕的过程总共造成东安所派出所的四个民警受伤，其中姓王的民警有小块脑震荡，另外三个人是侧伤加玻璃挂伤。桃园市长张善政也去派出所关心受伤的民警，搁发慰问金，请民警爱好花休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的苏花公路山区，顶礼拜发现一个查甫尸体，解剖了后，专案小组认为讲是去弄到出血造成死亡，不是自然死亡，有可能是被抬死，搁把尸体等伫山区。目前是更唔知影这个死者是谁，警方表示讲要等到正式的鉴定报告出来，才知影真正的死因。消防人员用苏花对苏花公路的山坎卡有一具尸体起来，随送到宜山殡葬管理所殡存。大家拢在咧讨论为什么山坎卡有尸体，警方正在咧调查。经警方报警，宜兰地检署相验，并且在1月31号截片破完毕。
主要的死因为四肢肌肉组织破裂。那目前警方客证在比对其身份中。因为死者身份证无身份证，警方发布核询，死者的身高差不多161公分，腰侧边有一粒痣，穿黑色短的破洛衫，甲黑色的牛仔裤，希望民众提供线索到三港破案。线索还骨落去啊！尸体被发现的现场，涂骹有真侪物件。尸体经过解剖了，专案小组讲，专案小组表示，敢那是因为撞击了腹内出血而死亡，不是自然死亡，有可能是他杀。他目前已经完全解剖，那解剖待鉴定报告，其他部分就不便再做说明。警方无愿意证实死者是不是因为撞击而死亡，讲详细死亡原因，也怪等。鉴定报告出来，死者的身份怎么还搁伫咧比对调查？其他案情是无方便对我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淡水往来台北第二线，逐天拢塞车。地方28天前开始规划淡北道路工程，今仔正式动工，安算118年通车。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公车座位会增加车班，交通设置也来做调整。公务局嘛规划3条的替代道路，来减少时间的交通问题。淡水去台北的台二线，唔但是平常时塞车，伫假日的时阵，游客要来淡水耍，塞车的情形更加严重。为着要解决这个交通的问题，已经延了28年的淡北道路工程，初二正式动工。金石永固，奠基成功。因为淡水到台北的台二线路较细条，而且只有一条连外道路，中间还有超过11个路口，加上最近几年人口增加真紧，尖峰时段塞车的情形真歹解决。上下班假日都非常的塞，光是到台北的话，可能就要花费40分钟以上吧。上班时间从6:30到8点，这是高峰，早高峰，那晚高峰的话，大概是从5:30到8点。淡北道路计划进程因为环评问题定定卡关，行政院伫1月10日总算是核定修正计划，总经费103.4亿，中央负担59.02亿，地方负担44.38亿。啊，不过有在地居民就烦恼，这时间期间交通会更加塞车，嘛有北投的居民是烦恼，到时阵这个车拢会走去大道路甲大叶路，造成北投大塞车。公车、捷运班次的增加，以及号数、秒数的调整，我们不会缩短、缩减整个路廊。同时，我们还跟台北市不断的沟通，交维计划。台北市的北投地区对于整个车流哈，就是说认为说快速的引导到这个北投地区，还是有些疑虑哈。现有的关渡的这个大桥的上游300公尺处。来规划再做一个关渡的新桥。公务局强调，会以维持3个车道甲暗时啊时间为主，嘛已经规划3条替代的道路。过年了后，会来召开这个专区的说明会。估计这个淡北道路会在118年来通车，唔忘再来提升这个淡水连外交通的便利性。记者欧阳国家报 SNG 小组新北报道。再来看英国外交部长卡麦隆表示说，英国会在加沙停火了后正式承认巴勒斯坦。美国昨是针对防指控参与约旦河三花暴力行动的4个以色列查甫人实施制裁，这也显示说美国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政策是越来越不满。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七日访问黎巴嫩内湾河地区紧张局势时阵表示，英国未伫哈马斯一万伫加沙时阵认可巴勒斯坦国，啊，毋过伫以色列甲巴勒斯坦领导人继续谈判时阵，英国都可能承认巴勒斯坦国。Britain, along with other countries, would recognise Palestine as a country and recognise Palestine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at I'm saying is, of course, that can't come at the start of the process,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the very end of the process.这位事实上是将在9月一场演讲所讲的再讲一摆。卡麦隆表示，朝向解决问题事态正做更加真实的时阵，这就是严苛如地的情形，让巴勒斯坦人有走向更加美好、有家己国家的未来。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支持两个方案，也就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并存。不过一直无实际谈判。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公开拒绝接纳巴勒斯坦国建国的存在。美国拜登政府是制裁4个互相指控参加约旦河西岸屯垦区暴力活动的以色列查甫人，这显示美国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政策越来越不满。
Is this a signal to those officials 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who openly support and facilitate such violence, including Itamar Ben-Gavir, who supply the weapons to these people who perpetrate? It's a signal to the whole world how seriously President Biden takes this violence against the settler violence against Palestinians in the West Bank. 北京声明这命令是对攻击或者是恐吓巴勒斯坦人，或者是夺取因加塞人是不是金融制裁加签证限制，主要是促进以色列人加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和安全。以色列表示这制裁无必要。纳坦雅胡办公室声明，以色列地政府所在拢会对所有违法者采取行动。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再来看后面27个国家的领导人总同意讲，未来适当要援助乌克兰500亿欧元的基金。本地反对的匈牙利后来嘛赞成了。另外，乌克兰有情报机构指出讲，有一只罗西亚的军舰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黑海，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拍到沉船了。欧元27个领导人初一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总部参加临时高峰会，其中一项主要议程就是处理和匈牙利抵制卡关几啊个月援乌基金。会议开始一点钟就传出好消息，27个领导人全部同意500亿欧元的援助方案。The last time a European Council meeting was held, credibility of Europe was at stake, and we all together strengthened that credibility. The EU has proven that its word matters and its promises work for the interests of entire Europe.这次通过乌克兰机制，以四年500亿欧元做上限，其中330亿是贷款，由欧盟预算提供担保，另外170亿是免息的援助。透过些乌克兰独臂的方式来管理，匈牙利原本倾向每年进行审查来交换条件，不过后来选择让步。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这协议对美国发出信号，提供乌克兰进一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Vermutlich, ich habe es nicht genau recherchiert, kürzesten Gipfel, den die EU jetzt seit längerem hatte. Und das ist auch schon eine Erfolgsmeldung, denn in der Tat haben wir uns in den letzten Tagen und Wochen. With this agreement, Europe stands united and is well equipped for the challenges ahead. In other words, today Europe got stronger.乌克兰情报机构才发布一段影片，显示俄军无人机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黑海摧毁一只俄罗斯军舰。在这场24个月俄乌战争，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发动系列破坏性的攻击，让俄罗斯艰难休息。不过，路透社无法度核实这段影片的摄影日期和地点。公司新闻邓慧琴编译。希腊政府将向国会提出一项法案，让同婚在民事合法化。个包括领养囡仔权利，也唔过法案无包括代理孕母。希腊国内哦看法是无啥共，也唔过权威的东正教教会是强烈谴责同婚甲领养囡仔。这对同性伴侣背着三岁囡仔，伫个客厅内面耍。虽然希腊伫个2015年开始承认同性伴侣的同居协议，提供因部分的权利加福利的婚姻，严格对和同性伴侣完整的侵权，依然是无法还的依据。54岁放射科医师用4年的时间开四万存款，在美国找代理孕母，生一对双胞胎查某囝，严格煞无法度摕到希腊的公共教育加医疗保健。Κτίριο αμερικάνικο είναι νόμιμα ως προς το αμερικάνικο δίκαιο και το νορβηγικό δίκαιο, το δίκαιο της Ευρώπης.希腊保守党政府伫办事向国会提交一项法案，希望会当让同婚伫咧民事上合法化。不过，伫领养囡仔的部分，希腊民众有两种看法。Whatever they do in their private life is their business. And I have a gay son who is married. 在这项法案内面，并无列入代理孕母和 LGBT 人士感觉无符合因的需求。但是保守派执政党就算是伫国会占多数，依然有50位党内议员，也未决定是毋是要支持这项法案。希腊权威的东正教会依然认为同性恋是罪恶，并且公开反对法案。Καταδικάζει μελλοντικά παιδιά να μεγαλώσουν χωρίς πατέρα ή μητέρα σε ένα περιβάλλον σύγχυσης των γονεϊκών ρόλων. Δέχομαι και τις θέσεις της Εκκλησίας, τις οποίες
σέβομαι απόλυτα. Ωστόσο, εδώ θέλω να είμαι σαφής. Αναφερόμαστε σε επιλογές της πολιτείας, όχι σε θεολογικές πεποιθήσεις. 同性婚姻在全世界已经有34个国家合法，不过其中无任何一个国家是亲像希腊同款以同性为主体。民调显示，有大约一半的人反对同婚合法化，集中党支持者内边反对的更加超过60%。 不过因为反对派支持，所以议会应该通过这项法案。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今日看行政院伫1月31日通过新北市、台北、基隆三个都市计划计量值温规划报告，按算利空33年的完工通车哦，总经费是696亿，其中新北市分担71亿，也毋过趁钱了钱，佮有资产的所有权部分哦，爱佮讨论。 行政院31已经实行基隆捷运综合规划报告，一定是2033年完工通车。基隆捷运横跨新北、台北、基隆三个城市，位于南港到北斗，全长15.5公里，拢总13站，其中中秀湾到十字区公所、加十东捷运强线，嘛加十东捷运强用下后机场，未来往回基隆、台北的通勤组，会当伫南港站转坐高铁代替，也当伫南港、台南县转坐文湖线、加板南线。 能够让地方的建设往前迈进，持续的推动，而且中央能够核定，我想这都是我们所乐见的。所以不分哪一个县市，我们都乐见这样的进展。今晚安雅希望向中央争取更加侪经费，减轻等政府的财政负担，基隆捷运总经费若8.9亿，中央负担5%，高点9.8亿，台北市分担5.7%，基隆市政府4.7.9亿，新北市政府是分担7.1%，上济。不过是趁钱也是了钱，这个环节也甲慈善市有地方也无达成共识。新北市也会负起兴建以及未来如何建构跟台北跟基隆营运的方式。当然，这当中涉及到中央跟地方的权责分配，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做好沟通协调，大家一起合作。捷运的营运盈亏，我个人是不主张由基隆来负担这样子的亏损。我们负担建设已经喘息了，那营运的部分希望中央跟新北老大哥多帮帮忙。 不过，行政院通过的基隆捷运路线，敢若八都车站并不延伸到基隆市区，他确认为无法度服务七成基隆人的基隆捷运，应该思考效益。没有进基隆，但我们花了这么多钱，这样值得吗？那未来营运的亏损的部分，那这个更是长期的一个负担，那谁要去负担这件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其实都没有进到一个。 社会沟通，那就来决定这件事情。学者提醒，无论是基隆捷运还是中捷绿线，拢对代替当地平行路廊造成竞争关系。政府应该谨慎通盘评估需求性，整体规划轨道建设。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湾的生技公司TB恩熙宣布，甲美国的伦理公司签约，办公甲台积电成功的模式，复制伫生物科技产业，伫全球哦有将近9000亿美金规模业务的代工制造，会当来抢到订单。 由政府主导成立的国家级台湾生物医药制造公司 TBMC 宣布跟美国伦理公司举行策略革命签约的仪式，双方互相合作沟通，未来的合作抢进全球要千亿美金规模的 CDMO， 也就是委托开发跟制造服务国际订单的商机。 TBMC 希望跟台积电成功的模式，或者伫个先机医药领域。 出身台湾的美国伦理创办人杨耀民有机会来接 TBMC。 我们都要跟台积电学习。那么他们交给3年前就跟我讲说，很重要的5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放眼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有台湾人。TBMC 会对外全国分析的阶段投入先进新药的生产大纲。第一优先是合成合成 mRNA， 第二是基因治疗药物，第三是细胞治疗药物，上尾则是生产蛋白质药物。 在疫情的期间，政府发现真缺 mRNA 药物制造。迄当阵的副总统陈建仁到看成 TBMC， 而且伫个议长的任内核定。mRNA 疫苗跟蛋白质疫苗是一样的，所以高端是一个好的疫苗，但是很不幸的在台湾受到了很多的抹黑。我希望今天就是台湾生医产业另外一个开始。除了加速我们生产国际。
国际级的核酸药物的量能，也能够让台湾的新生的生技医药的产业链能够更加的完善。总统蔡英文早起接见美国轮流团队，希望未来会当提升台湾伫咧国际生医产业的连更多，加入亚洲创新生物制造重要的基地。所来 TBMC 头一个阶段制程的开发，也伫咧南港开设实验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出现全球头一个人去喂着新型 A 型流感甲 H3N5 的病例，过去喂着季节性流感的 H3N5。发病哦，两礼拜就不幸死亡。咱国疾管署是表示讲，后续 H3N5 稍微风险，阁需要世界卫生组织评估。目前安徽铁岗是列做第二级的旅游警示，所以提醒民众前往当地，得爱加强防护。最近要去中国，民众爱注意，因为中国出现全球头一个人去感染到 H3N5 病例。个案是安徽省一个60多岁妇女，去年11月底破病，因为病情持续恶化，转去浙江省治疗两礼拜，也是不幸在去年12月中死亡。个案检体同时验出季节性流感 H3N2， 一家新冠性 H3N5， 简称新型 A 型流感，这原来是罕见的混合型感染特殊病例。免疫力比较差的民众的话，是合并感染多种病毒的风险是有增加了哈。我们这边是没有正式的统计，不过当然据我们医学专家是表示说，是有可能这一些的严重度会增加2到3成。疾管署表示，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这个个案密切接触者拢无破病，而且检验是阴性，后续也阁有台世卫组织正式评估 H3N5 传播风险，也加疾病严重的程度。不过感染科医师是烦恼，动物的流行感冒大部分是被喂予咱人，暗可能是发生基因突变，未来真有可能会亲像新冠病毒同款造成大流行。万一他感染到比较多人之后，他的基因又改变，变成说传染力变高的时候，比如说像流行性感冒或者像新冠肺炎这个传染力这么高，然后他的死亡率又很高的时候，那就会是一场灾难。疾管署是讲，目前也是维持安徽浙江是第二级旅游警示，提醒民众去当地爱加强防护，并落实卖接触禽鸟、卖生食禽鸟两类，也是伊的制品等原则。另外，这礼拜新冠加流感疫情会进入最高峰，国家春节人丁南来北往，过年后也会有第二波高峰，呼吁民众到公共场所爱挂嘴安，并赶紧注意疫苗。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当后，全世界的观光业拢会欠人。新加坡政府最近嘛，请私人公司来台湾找辅助警察，一个月薪水有台币85,000+，嘛请600多人去应征。在台湾读外文系 Jason 毕业了后，去新加坡中基机场做辅助警察已经4年外。伊表示，关心水是勤力，同时也想要伫世界一流的机场吃头路，拓展国际观。主要的工作是在机场，那每天的任务不一样，有时候会在出境大厅负责检查所有人旅客的护照还有登机证。新加坡因为经历不够，由政府授权私人公司执行安全规划的辅助警察制度。当地的时阵有配枪，暗过无逮捕权。在机场协助旅客服务和安全工作。这摆来台湾招募，按算要招30到50人，一个月薪水差不多台币85,000。另外提供大客车和另外奖金。航空培训机构分析，台湾人才优势在语文能力和服务态度。这一次我们针对薪资的部分跟福利部分增加了很多，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大缺工潮，所以新加坡也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人去服务。疫情了后，各国都面临欠人，像国际人才甚至连都要毕业的大学生，那实习表现真好，拢会让企业有定。学界拢明白表示，这确实是加速人才外流，不过也期待学生到国际历练了后，营造经验等台湾发展。最近呢，有从日本来的公司就直接跟我们接洽，那希望呢能够我们的学生过去那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有学生在北海道、在熊本，甚至于在这个澳洲都有在实习了。本土的观光业者应该要寄出一些更优渥的一个薪资跟更好的这种员工福利条件，甚至整个这个工作环境更友善于这个求职者。
找头路人去国外工作，一定要确认有合法工作签证。另外，也要考虑当地薪水不低，应评估未来职业规划。检视出国找头路是不是在履历顶端有加分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特别过年咯，机场要出国的人哦是差差差。今仔早起，桃园机场第一航厦有行李卡伫输送带顶头，坐先行李搭车。机场公司是表示讲哦，机的机器是无故障，是人员的操作出问题，即马状况嘛已经解决了。有民众用手机拍到第一航厦成武航空报道柜台行李卡伫咧输送带顶头，规拢贴起来，讲已经等点外钟啊，久久啊才放一个行李出来，提醒其他旅客要注意时间。同机场公司讲，行李输送带无故障，初步了解是地勤人员的作业疏失，无随意将大行李放起伫只卡条的，即马状况已经摆渡恢复正常。没有遇到那个，我们现在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对对对，还可以。最近出国很多，对，所以我们就是提早来。要往年啊，同机场快班人伫明年春节收运高峰，同机场估计总运量会到116万人次。伫收运的期间，日均量12.8万人次，已经恢复到2019年疫情之前春节日均量142000人次的90%。出入境人上最时阵是八号过年前一天到11/初2加13/初4。也许呢，有可能是因为输送带的速度啊不够，或者是有时候遇到呢，可能相关的一些设施设备啊有所故障，那这时候就会发生整个报到程序delay的情况。旅游业者讲，旅游旺季正常是过年过年期间，国内外机场人拢真多，敢若是旅行团就比普通时加至少3倍。要坐飞机的过程也状况较多。机场公司提醒旅客，伫出境尖峰期时阵，最好是提早3点钟到机场。伫安检之前，先将部分囡仔内面的水倒掉，随身所在笔记型电脑等电子产品先摕出来，安尼先安检的时间会较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反国共计划运动保留落来的中华的海化湿地哦，真侪当过去了，搁还袂维持，真正是国家重要的湿地。地方人士佮环保团体是指出讲，目前中华的海化湿地同款爱佮面对光电佮风电开发的威胁。离中华海岸全台湾上大上完整的南部地，有珍贵丰富的生态甲渔业资源。2011年离反国共计划运动了后保留下来，只是10多年过去，宽团诉求个遮维修成国际级的重要湿地，游玩还袂达成，即马阁面对着光电甲风电的威胁。我们从风机，我们的太阳能光电一直在侵蚀我们，也许在10年后，台湾海岸线。没有好的一个地方了。中华海岸湿地培养出特别的牛车采鹅的文化，当年2-3万的国内外游客拜访，当地人士希望量早来改维修成国际级的重要湿地。其实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追随世界发展休闲观光潮流的一个主要方向。透过宽团空中翕的画面，会当看到江滨工业区附近的潮间带已经拢是光电棒，会当看到涨水的时阵浮在水面，退水的时阵是浮在海岸。保育团体烦恼对生态冲击伤过大。光电板盖了，你一定会遮影，没有了光，那你说潮间带的生物，它所谓的生物多样性的这些所有科学证据的。这些计算，它要怎么继续维持下去？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更加提出资料一期，原本开发的联合再生能源应该保留4.8公顷的生态绿区，但后来主管机关竟然同意来取消。彰化的湿地、潮间带的湿地，可以这样搞吗？民进党政府为了搞光电。破坏生态、破坏环境，在所不惜吗？中华亚教学会认为，袂当提绿林做借口，无准则来开发，尤其是破坏其万物的海保地，所以搁一届呼吁内政部赶紧来通过中华海岸湿地维持国家重要湿地，反对绿林开发对海保地开膛破肚。记者林俊明、曾志祥台北报道。东北季风也是风台季节哦，森林的水溪、红背沙拢会造成民众的困扰。也唔过最近这几冬哦，风低已经有效果了，嘛阁发现讲出海口哦有真侪毒鸟，环保团体嘛记录着200多种的鸟类。目前哦，风低、红背沙的计划嘛已经进入第3期，未来3冬哦，一个台投入超过8亿的经费。
明仔初靠过去一大阵乌云阿飞，来到西边大桥上下游，冇机会看到小心宋祖教东方白馆的终结。过去落水溪出海口用电严重，但最近年透过用电防治的方案改善，而用电的事件率减少剩无几工。为三年前开始记录到大桥出现，解决了风飞沙的问题之外，在台六十一线以西慢寮段，其实这里有将近2200多公顷的生态园区，在近几年其实除了把风飞沙治理好了之后，那在地的生态也变得非常的丰富。当地生态协会表示，透过中央和地方共同改善地理，雨用电大幅减少，也因着出海口成为大桥的终结站，鸟类飞跃起地，记录着东方白馆乌面腊八等200多种的鸟类，和真侪保育物种，变成一个生态乐园了哈。而且已经也记录到有东方白馆有12只，那黑面琵鹭哦等有200多种鸟类，都在这边出现啊。我想在这个期间也希望大家感受我们这个生态共荣的好环境。第四河川署表示，去年受到卡努海葵风台所带来超大雨量影响，造成落水溪沙洲面积落落达到1100公顷，透过水库甲流库界顶防堤，降到剩84公顷。明仔将迈入落水溪用电防堤第三期阶段，预计未来3年，全国投入8.67亿来整治。记者王文丽报道。今天是世界湿地日，湿地是有很多功能，最重要的是减少水中的污染物流入去河川，可以降低对生态影响。也不过我们国内有很多湿地越来越亲像公园，有环保团体就很烦恼说，最多人工的设施等等会造成污染。台东县关山镇公所去年甲龙水署合作，开2500万伫避难溪边两管开水，买水起一个人工池，欠水调节水源提供附近68公顷农田灌溉，佮营造湿地环境。启用了后，风景伤过水，加做游客翕相打卡景点叫做“搭个环壁景”，非常好，清况很漂亮，真的。不过这湿地环境周边水系的食物也不够办，保育团体认为应提供湿地生态维护功能有限，而且游客一来已经出现粪扫，水池内底四界拢会看到塑胶管啊。关山镇公所阁拍算要起便所，保育团体烦恼出现湿地公园化现象，对环境无好。要把厕所维护人员的经费已经先处理完毕了，已经先行编列了。那这个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去找经费来把我们的厕所盖上去。我们会一直想要去利用湿地，可是是用人的角度跟概念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以动物或环境生态角度去做这件事情。台东县有5个国家级重要湿地，甲一个地方湿地。这几年，佮利用太平溪营造人工湿地，暗过周边设上过侪停车场，常常粪扫撇到规涂骹，往来车辆也可能干扰湿地生活。保育团体呼吁，湿地本来就是要降低污染的功能，不应该公园化，甲上过侪人工设施，反倒呾带来污染。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道公路警察第四大队哦，因为国道一号路南到岛南的路段哦，常常发生意外，所以伫246.6公里的所在哦，无固定来使用非固定的测速翕相的设备来取得超速，也唔过伊外观是一个变电箱，所以有真侪民众是真批评。普设的变电箱设在国道一号岛南路段边啊，汽车位边啊，一台一台驶过，驾驶人未特别注意。不过，之前有网友伫社群公布，这是国道警方的改装术。变电箱内底不定时有藏测速摄像机，下骹原来有人留话批评国家伫抢钱。实际询问国道用路人，大部分拢认为变装无必要。哎，我有看到这影片，这个真的太傻了，太瞎了啦！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到这样了。就伪装成这样啊，原本该有的一些设计，而不是说可能伪装成一个什么变电箱这样子，那会导致用路人会有混淆的一个状况这样。国道警方证实，针对岛南路段最近发生真侪件严重事故，所以设一个固定式变电箱，会无定时伫内底放非固定测速翕相设备。地点就伫国道一号路南246.6公里的所在，而且翕相的地点头前900公尺，有明显写警方二测速取缔标志，提醒一切拢符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至2条第三项规定。采用非固定测速照相设备，令公务单位必移该路段测照点前方900公尺处，国道1号南下245.7公里处，
明显设置减五二告示牌。比起传统俗称三角架，也就是移动式绿带测速设备，驾驶较好认。不过，国道警方采用变电箱的外形，引起民众的不满。警方是讲，超速40公里以上，会当依道交条例罚上悬36,000元的罚款，当场禁止驾驶，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呼吁用路人依照速限行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有一个在国小教作业的老师，他教册11年来涉嫌对很多孩子卡来手来，今年年初有被害者去报案，检调调查是发现说这个老师还有那一些私密的相片，至少有7个学生受害，老师也已经被收押了。林本基金会是呼吁市政府应该继续调查。线上课程指导学生作业，即名伫咧高雄真侪国小任教的作业外聘教师，涉嫌伫咧教学期间对真侪囡仔卡来手来。今年初有男童报警，指控被拍到真私密的所在，还佫翕相，全案接鼻孔。检警搜索伊所住的所在，甲人具体到案。发现有两名男童疑似当年受害，电脑当中也有其他的受害者，初步清查上少7个人。自2010年9月起，多次利用教授主语课程之机会，对被害男童为猥亵行为，而被告任教期间长达11年。本案目前所知被害人已有7位。警方表示，这名老师牵涉案件真多，恐惊不是干那7个人受害，呼吁其他的人出面指证。我们大概去年12月就已经接到通报，所以我们也跟检警通报之后，就一起启动侦查，然后教育局也立即停聘了这位老师。那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都处理，那我们也派社工陪同这些受害同学一起去面对司法。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司法侦办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学校，受害是学生，所以应该要依照性平平等教育法去做调查普查，还要做性平的宣导。林本基金会就是呼吁市府组成专案小组全面调查，因为嫌犯当年在好好教学，牵涉的人伤过多，要来提早应应。教育局就是回应，此人是教学资源工作人员，好好教育局知影了后，就该停聘，后续会每合着直播来保障着学生学习的权益，也请其他任教的学校来了解较有可能的被害人。打电话给两间这个老师捌任教过的国小，有一间学校无方便回应，另外一间则是无人接听，无得了解因的想法。记者王刘婷、陈汉坤、柯正准共同报道。为了解决流浪狗仔甲人的冲突，在台南市林地的新公里，正嘛准备要去台南头一间流浪狗仔的暂时收容所，在7月份之前会当启用。今日有这片将近1公顷，并且属于台糖公司的责任地，就是未来收治流浪狗暂时所的有定地。未来将会利用街道开发的模式，兼具收容的功能，由气功的概念设计来打造，预计7月底进行来启用。在地方上，总共找寻了6个地方啦，6个地点，那最后选择在这里。当初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有跟我们在地的里民在群组当中，表示我们目前的做法。后来住民大家也都一致同意，我们把暂置所放置在这个地方。第一班的动物收容所空间不足，为了有效解决流浪狗扰民甚至人狗冲突的问题，台南市府是四处找地。但是，一般的流浪动物收容所大部分去用看作临时的设施，甚至伫个筹办的期间就遭受到抗议。这处位于新公里伫林段的流浪狗友善专区，会当顺利来推动，是更加难得。一号是正式动土，开工仪式嘛备受瞩目。目前规划收容量能是200到300头，目前已经在2月1日动土开工，那预计在7月之后就可以完工启用。目前张玉的收容上限有计300只，主要是以林德下区内未当回放的流浪狗为主，同时也开放领养。未来营运了后，若是会当妥善管理，成功推动模式甲经验，也有示范的作用，对于解决各地流浪狗的问题也有帮助。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来看国立清华大学有两个查某大学生哦，因热寒去华人实习考古，在一个农地位置哦，发现一片无够3公分、人手模样的药啊。后来确认讲，这应该是2700年前苏振的文物。这块无够3公分宽的药啊，去由清华大学来华人实习的两个女学生，在北三站的位置发现。迄当阵因并不是在学，干那在遐那行那看。
当要上车离开的时阵，手里的物件熊熊落落涂骹，然后就发现这块真秀型的桥啊。手上有一个陶板就掉到地板上，然后就看到仁寿星玉节在我面前，然后就很开心，觉得很幸运，就把它捡起来。这块真秀型的桥啊，扎上去、塞上去了后，发现它有2.9公分长、1.5公分宽、高度是0.3公分。在这是花莲的红灯玉，推广是新石器时代回光山文化，全台湾出土差不多40件，花莲包括这几件，敢那有5件。年代大概距今3000年到2500年之间，这样，那就是一个装饰品。它的那个上面有一个钻一个孔，这样子，你可以把它当作它就是一个项链的一个坠子。考古博物馆强调讲，回光山文化上界特别的所在，就是做玉器。这嘛说明，迄当阵的材料甲技术已经有甲一定的水准。不过因为价钱贵，所以数量无多。你若发现的地点是属于修建的农地，为者来研判，可能是农民翻土了后才造出来的。尾后去目睭进来，女大学生发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的1月31日，有一个七人的爬山队在北通关古道点火喊救命，消防局是派直升机去救人，也不过因为救灾现场个着火，直升机无法度降落。消防局是提醒民众哦，若是确定讲直升机会到现场，就要赶紧先把火拍花。这个登山意外发生在1月31日，有七个人的登山队伍为花莲南安去爬山，其中一个查某人在北通关古道跌倒受伤，消防局联络空勤总队支援，才伊才去8:30调挂去德兴运动场，然后转送主治病院。一名队员因为摔伤造成一处撕裂伤及身体有多处擦伤等等，立刻集结搜救人员、本局及协同机关，总共7位。并同时联系空勤总队支援。值得关注的是，救援的过程当中，在爬山的人在山区用消防员的方式来通知他们的位置。不过，煞无在直升机往近的时阵，把火拍花。直升机的驾驶因为环绕空压，火若乌白飞，会造成森林火灾。所以，飞行机在空中有等一困难。如果今天你能够目视到空勤直升机接近了，代表说他已经知道你的位置，那这个狼烟就应该尽速熄灭，避免引发森林火警或其他更大的危害。吴登山乡道苏德霞表示，英国在西部就发生过因为行动研究员引起的火灾，台救者应该爱用反光的物件，向空中抽，或者是用一挂有色水的布棚来增加辨识度。那果不理想，就爱行动烟，直升机划过的时阵，就爱将火拍花，而且清除地面的障碍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哦，头一届拍入去台威斯杯国际男子网球团体锦标赛的世界组总决赛的资格赛哦，这礼拜会来迎敌台北网球中心来迎接法国队，咱做伙来看麦。捌伫台威斯杯摕到财冠军的法国队来台湾，曾吉生、柯有修、詹俊新、吴东林、甲黄宗和，要捍卫主场来拼入去世界组的总决赛。听讲。就是 pure non level， 我感觉咱是真欢喜，较侪人当看咱的，就是咱的 hard work。台湾真久是无这种高强度的网球国际比赛，选手真期待。教练是根据练习的状况来决定，柯有修、吴东林负责单打，曾吉生甲柯有修来拍双打。像第二天一天打两场的比赛，其实在之前我很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拜六头一天比赛是两场单打，负责第二点的吴东林会对到拄到澳洲网球公开赛拍入去16强，即马世界排名第17，法国选手马纳尼诺。我们抽到法国队那一刻起啊，我就大概有预感说，我应该会跟他打，所以其实我也准备了很久了。我们还是要把球打过网，打在格子以内，那大家都是一样，都是公平。那我会保持平常心，然后去应对。吴东林讲，袂家己惊，家己尽力把球拍好。大家共同的心声是伫咧家己的主场，要挖4000位观众头前提出上好的表现。记者邱新志明台北报道。国际卡球总会明年要办头一届女子世代5人制世界杯，亚洲有3个名额，一礼拜伫台东关特别来选出世界杯的国手。5人制卡球比赛，只要有5个人以上，就会当组一队。因为足健化的关系，这项运动这几年在国内真时行。中华民国5人制卡球协会统计，到目前为止，国内已经有超过200支队伍。初二早起，全国中等学校入驻5人制卡球联赛，在台东体育中学开幕。
每位比赛当中选出优秀的选手，争取明年参加国际卡球总会举办的头一届女子室内五人制卡球世界杯。我们不敢说我们明年一定有机会拿到这个世界杯的门票，但是我们不启动哦，一定不会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这届联赛刚好有七个队伍来报名，球队教练表示，五人制卡球比赛对咱国的选手真有优势，因为场地不大，球门嘛较细，适合亚洲人的体格。亲像这一场，台东联队对战嘉义市的天津队，双方球员几啊届挖进对方球门，拢许队员甲守门员化解。地主台东联队的教练表示，东部的女子球员从细汉就开始踢卡球，而且体力好，就有机会红选入去国家队。体能上面啊，总是会优于西部的选手，因为原住民的体能，老实说，真的相当优秀。中华民国五人制卡球协会表示，目前国内五人制标准的卡球场还阁无够，而且还阁需要培养球员。另外，选手的薪水待遇嘛较低，若去用选手是国手，就有可能爱甲工会辞掉，收入会减少，争取袂到好的球员，这嘛是需要重视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大台北地区哦，毛豆角来归档，一顶对落雪啊，甲中国的东北来的路子，去年的十月哦飞来台湾，大约伫今年的三月飞走。除了金门哦，台湾北部的基隆河附近嘛，看得到这款的豆角。啊，来来来来，啊，你们今天幸运呢。从基隆河秀河的民生馆伫蔡庆桥里等，路子飞过，正伫观察路子的林素英队长，欢喜听到，就亲像第一摆看到这个景象。要在我们北部，尤其在我们这种都会型的区域里面，又是人口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此。讲真的，可能世界上找不到说像我们这么的方便，这么的容易去亲近那个如此。这阵路子有千多只，食饱就等于伫个基隆新山水库。有一阵志工建立基隆河路子帮，大家拢有真侪目睭共同感受因的动态。三年来，路子的形状愈来愈清楚。因发现基隆河大汉溪、新店溪、过淡水河溪，拢是因找物件食的所在。这志工也正做对生态调查，有帮助公民科学家。经过后台去把它整理成一份有效的资料的时候，那所有参与的人都可以被称作是公民科学家。路子的分布是动态变化的。十多年前，大台北地区看无路子。1980年新山水库落成启用，加上淡水河系水质改善，因才搁定回这个所在。它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一个物种，但是它却可以跟我们人类共同居住在这么拥挤、这么昂贵的这个都市里面一起来讨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对我们环境的一个肯定。这大段路子飞过都市，成就天顶愈来愈远的乌点，感受路子大军带来震撼，对理解这份甲野生动物共享生活空间的欢喜甲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南极的企鹅的生态哦，嘛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有研究人员就发现讲，分布在南极较凉冷所在的阿德利企鹅，最近这几冬哦，数量减少真多。另外，一种生活在较烧热啊南极地区的巴布亚企鹅，数量是稳定增加哦，已经不是接近绝种的动物了。发出一种咕噜咕噜含啊啊叫声的巴布亚企鹅，关注伫个地理，伫个南极的高原基地附近，无用得孵卵要饲企鹅仔。巴布亚企鹅个分叫做是金刀企鹅，目睭顶冠有一块较明显白色的斑，嘴个两边敢那无胭脂，这个奇怪个特别的外形，予大家叫伊白麦道长。伊嘛是企鹅家族内面收上紧的物种。最近巴布亚企鹅个数量是稳定增加，目前全球有774,000只，2018年已经对金龟的名单里面多名，该说作是乌龟物种。中国科学家最近在南极附近的阿德莱德岛考察，发现巴布亚企鹅的数量确实是增加，岛上的数已经到8,000诶。可以看到，它这个企鹅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小的这样一个繁殖群，或者是底下那种连成片的一个大的繁殖群。然后像这种小的群呢，我就可以就是人工直接去数；而对于比较远处的那些比较连成片的，
企鹅繁殖群，我就需要去飞无人机。但研究人员嘛发现讲，最近岛上的阿德利企鹅数量大减，目前因的数敢那剩200个。科学家推测，阿德利企鹅较爱生活伫个南极较寒的环境，巴布亚企鹅较爱较温暖。今年平均气温伫个-15度左右的阿南极地区，因为全球暖化，南极的冰层是融化真紧，对阿德利企鹅生存较不利。另外，禽流感的疫情目前嘛传到南极洲附近的群岛，已经有200多只企鹅去围着死亡，禽流感的病毒有可能继续传过去南极洲，对已经受到暖化威胁的企鹅物种造成冲击。公司新闻张惠敏翻译。来看澳洲有一个查甫囡仔，伊爬入去叶红的机器内底，结果煞爬未出来，后来警方是打破玻璃，才把人救出来。三个医生伫咧夜盲啊机内面，甲规堆的奖品坐做伙，看起来阁真欢喜，无哭也无闹。伊老爸讲，迄当阵因伫咧坐大卖场，无想到讲即个人坐一个新人尔，医生就对下骹下空弄入去。医生听爸爸的话，向边啊行过去，一边有人甲伊下手轻易的注意。伊讲医生真爱夜盲啊机，无想到讲即边煞弄入去。要让警方来了，叫医生面向那边，脚趾边对着大家，目睭睁起来，加玻璃讲破了，才把医生救出来。So talking to my children, look back, and he was opening up the flap, and he looked inside to see if there was any toys in there. Head in, bum in, and the doors closed behind him. And I had zero chance to react to it. It was unbelievable how fast he caught up there. Well, it's quite funny. I messaged my old man, and he asked me how many $2 coins do I have. We can try and win them back. They were asking me how much money have I put in the machine. Is the money stuck in the machine? My response is the only thing stuck in your machine is my child. 在社群媒体有人批评做父母的无把囡仔顾好。医生的老爸讲，这就是囡仔，有当时常常就无看的人。卖场的发言人讲，会甲期待业者讨论，看要安怎改善，卖阁发生这种代志。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高21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高27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高30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高28度。华岛地区上低10度，上高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